嗨，大家好，我是 Patrick。这期我们聊一下香港入境处公布的二季度各项人才数据的情况啊。关于人才数据的分析呢，我会分成上下两期来做。这一期也就是上期呢，我会着重的讲香港优才的情况。那如果你关注的是 ING 签证啊、专才啊、高才啊这些的，可以去看我的下一期。那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正题啊。我不知道看完这期视频大家会作何感想啊，但是就我自己来讲，我看完二季度的数据，我是比较头大的。我们先看一下优才上半年的整体数据的情况啊。2024年的1到6月，整体获批了5614个人。那相比去年一整年的12969个人来说呢，其实算是正常发挥。把数字乘以二，就发现其实数字是差不多的。其实我们单看4、5月份的数据，这个数据我之前分析过，大家可以去看我往期的视频。那单看4、5月份呢，其实相较于去年还有所提升啊。那我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看完4、5月份的数据，我对今年整体的获批还是比较乐观。大家看截止5月底的数据，那我之前不是说香港立法会它有时候会在月底的时候披露各个人才引进的数据嘛？那我们看一下，从2023年初到2024年的5月底啊，一共获批了18539人，然后到6月底呢是13583个人。减一下，整个6月份获批了44个人。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说6月份又停了，跟去年的10月、11月的情况基本上是相似的。我们就在新的这个情况又出现了，而且出现的比去年还要早啊。我们不单看获批，我们看一下申请人的数量啊。截止到2024年的5月底呢，申请人一共是109753人，那一个月之后呢，这个数据变成了115167人。那仅仅6月份这一个月啊，虽然只获批了44个人，但是申请的数字呢，多出了5414个人。那单从人数的比例上来讲啊，我们现在所有这些池子里边等待的还没有获批的人当中呢，每个人平均你的申请难度增加了5%。到6月底呢，获批数占整体申请人的比例呢，下降到了16.13%。这个比例你即使放在之前历年的这个申请比例里边都算是比较低的。关于这个数字呢，我之前也分析过啊，大家没有看过的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那这个获批占所有申请人的占比，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是多少呢？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是19.5%。那我们都知道优才其实是从2020年初开始第一步的扩容啊，从1000个的名额扩充到了2000个，后来又变成4000，然后又后来不限名额。从2020年初第一次扩展名额起到现在为止，优才已经进入了它获批比率最低的时期了。也就是说，优才扩容到现在目前已经是优才申请最艰难的时候了。那我们从行业上来看啊，其实优才各个行业在二季度的数据呢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而且这个艺术文化类的占比啊还是有所下降，因为它之前的数量就比较少，现在更少了，只有10个人。当然了，这并不表示香港不需要这类人了，这个我下期会讲，这可能对大家来讲反倒是一个机会啊。那从行业上来讲，商业和贸易的占比在二季度其实还有所回升啊，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意味着香港的经济在逐步的回暖啊，希望是。那从学历上来看，硕士以下，也就是本科以及本科以下的学历占整体的比例依然非常非常的低啊。即使二季度的数据相对一季度已经有所回升了，但是这个绝对的数量依然非常少啊。一季度学士和以下学历的获批一共只有37个人，那二季度呢106人，听起来是多了很多啊，但是它占总体的占比是非常小的。我们综合这些数据来看呢，现在的优才获批对于本科或者是本科以下的申请人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我们结合了去年四季度的情况啊，去年四季度、今年一季度和今年二季度，这连续3个季度的本科及以下学历占总体获批人数的比例呢，分别是6%、2%和4%。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硕士或者是双学位的学历已经成为了优才申请的入场券啊。这个事情非常的残酷，但它现在就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所以我们结合二季度的数据总结一下优才目前的情况啊，在接下来来的一段时间里边，即使优才的获批恢复到今年四五月份那个比较多获批的状态啊，今年整体的优才获批依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时期。那如果六月份的情况再持续1到2个月，那优才整体获批人数占到总体申请人的比率可能会低到15%左右，那这个比例就实在太低了，简直就是地狱模式。而且可以确认的趋势是，优才基本上已经向硕士以下的学历的朋友们关门了。所以说看完二季度数据，我觉得对于优才申请来讲，至少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和非常好的趋势啊。那关于二季度优才的数据呢，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那下季度我会带来二季度关于 ING 啊、专才、高才这些数据的分析，有关注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那所有关于入境处二季度人才数据的分析呢，几天之前已经放在了我的知识星球里边。那有想关注数据全文分析的朋友，以及对我的知识星球里面分享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知识星球。知识星球是一个付费的知识分享的 APP。那
在知识星球里边呢，我不但我会做许多关于香港优才啊、高才啊、人才签证、续签、香港找工作、香港发展的内容分享，而且我们在星球里边有非常多优秀的朋友啊，他们不单会分享很多关于自己的经验、找工作呀之类的，大家也开始进行一对一的这种私下的沟通和分享了。当然，加入我的知识星球还可以进行15分钟一对一的咨询，那有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那我们就下期的数据分析再见，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和转发，拜拜。Baby, you